彰化县政府致力推动文化资产的保存，而继鹿港核心派出所宿舍群以及鹿港十一楼之后，27号这一天又办理了福星谷仓历史场景再造营运中心修复工程开工典礼。县长王惠美除了祈求工程顺利，也强调未来呢将会强化文字保存与活化再利用，让这个福星乡农会碾米厂及谷仓得以风华再现。大家持金锤，象征为福星谷仓历史场景再造营运中心修复工程进行开工仪式。工程总经费共计4500万元，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80%经费，县府则编列配合款900万元，将修复老虎窗谷仓、三联动谷仓建筑本体、老虎窗检修、整体木作检修、整体钢结构除锈防锈工程、周边景观铺面施作、虫蚁防治及机电消防设备工程，预计明年5月修复完成。那彰化县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一些文化古迹历史建筑非常重视，那这一场已经是我们第七场的一个这个动工哦。那在这边特别是我们福星谷仓，那它呢也是日式谷仓，非常这个具有代表性哦。那它本身的老虎窗以及呢它的这个墙面是咱过去讲的就是道杆加我们的这个混合起来的土角墙哦，那是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个这个建筑。福星乡农会碾米厂及谷仓是中部最大的日式谷仓，也是台湾少数拥有日式谷仓的地方。最特别的是，它的屋顶上设置有老虎窗，可供通风和采光之用。另外，谷仓在建造时采用稻杆与粘土搅拌而成，又称土角砖墙，相当具有保存和观赏价值。那彰化县政府在民国92年的时候把它登录为历史建筑物，那也争取到921的古迹维护这个修缮的一个这个工程，到94年，那一直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锈掉的，或者有一些木头的一些部分呢，我们通会在这一并作为整修哈。未来营运方向，县府将与福星乡农会进一步协商，朝向以艺文为主、共同经营模式办理，为地方带来更好的展览活动空间，让更多游客及艺文爱好人士来到鹿港。记者熊希彰化县采访报道。